对不对？我一直迟到，所以我已经迟到三次，然后我给自己一个惩罚的答案。但我真的觉得你们会杀了我。因为我一直忘记 这个时间起床 没有，我是忘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去跑步，就我整个人刚刚去运动，然后我就突然，哎，对，今天要直播，这样。刚刚起床去运动，好像因为我今天8点多就起床，然后我就去楼下练舞，练舞跟健身，然后就忘记。对不起，所以我对不起，所以我要，因为我已经迟到三次，然后我想说，你们给我一个惩罚，然后我来做，这样就是例如可能你们要我发丑照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们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我还想说，我今天去减个肥好了，然后去运动这样，然后就。我刚好10点多到我家外面，早安三友，Hello 月少，欢迎，好乖对不对？跑步很乖，因为我最近一直被说太胖，必须得减个肥，这是惩罚，惩罚。你们想要我的惩罚？你们想一个惩罚，请看上面进来的人，请看上面，因为我迟到三次，所以要你们给我一个惩罚，都可以，我都会做。哦，玉人，你不要吵。Hello，早安，早安，对不起嘛。不要生气嘛！早安，早安，可以真的认真惩罚，我自己知道错了。我个人觉得是至少要30次，30次什么？你们想好再跟我讲，可以慢慢想，没事的。这衣服太随性，我刚去跑步。思源，谢谢你的小树苗。这个是平，就是这种尖的，所以我刚刚去那个跑步，然后我穿那个小可爱，就是里面这个，因为很舒服啊，跑步就不会太累。真的啦，我希望你们给我惩罚，你们想到一个告诉我。好啦，我试试要换个衣服，试试不太 OK 这个衣服，没关系，上班没关系，可以我回播。Hello，早安。好，先换衣服好不好？先换衣服好不好？你们等我一下，我派出我的小宝贝给你们直播。如果你们看得到他的话，我先换衣服啊。绝对不能再把我的衣橱用乱了。我好不容易把衣橱整理得很好，然后结果如果再用乱，我就可怕了。好了，换个粉红色的。那就应该换个特效。Hello，早安，早安，用丢的，对啊，我刚用丢啊，那是什么东西？哇哦，床上可能没多久就做三。谢谢非凡，
早安喽。嗨 ，Hello， 谢谢带我去流浪，不要玩黑鼠，结果丢床上，没有，那等一下穿了，因为我等一下还是想继续去练舞，所以我就谢谢玉人，好看，谢谢。快点，你们到底有没有想到惩罚？惩罚，惩罚，好吗？你们不想惩罚就算了，难得给你们机会，谁叫我这个迟到力，每天迟到。想听阿力唱歌，惩罚就是嘟嘴正常，那我不要说话吗？这样吗？那我在 IG 发好不好，来一个告白然后 kiss EM， 你们觉得可以吗？我在 IG 发，来一个告白然后 kiss EM， 骂我，骂你，好，骂你。阿鲁，你怎么现在才来？虽然我迟到，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超哥是小浪花，惩罚对我们唱，不要生气， Don't be angry， Don't be angry， 然后嘞，生气的宝宝是笨蛋，就是陈家树，他是笨蛋，他爱生气。谢谢超哥的小浪花，你是不是故意想惩罚才知道？没有，我真的今天是，我真的忘记了，对不起，我真的以为是明天，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的去跑步去运动，才说你要直播，就是那个行程，然后就吓到。我刚好到家里楼下，家里外面，就门口。我说哇，我今天要直播，就赶快上来换装，化妆，化一点妆。还是说话好了。谢谢亚苏的阿丽，早安，早安，早安，各位，这不要生气好听多，你们不可以这样，再怎么样他还是我的宝贝。不可能对丽生气，你看吧。但我真的该疼，打屁股，打手，打头，笨蛋，小树苗，谢谢 Rock， 生气气，是每个人都可以指定一个这么好，都可以啊。当然是不能什么跟你握手、跟你合照这种，当然是不行，但是。如果你们要我做什么，就撒娇、po影片啊，什么什么的，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我现在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好吗？所以你们现在跟我，讲，刚刚玉人是说什么？装可爱吗？谢谢掌声鼓励，然后什么 kiss 颜，是吧？自打屁股，还好啦，比起上次知道到快跨日。谢谢直播林的分享。小三美丽密我，他说宝贝在吗？他说我问你哦，怎么了？我可以吃点东西吗？挑战跟雨林美玲拍影片，石头青两个人惩罚谁？好，这个我也记下来。等一下，原子猪找我。我最近看什么电影？我最近有看一个电影，超好看的。忘记了，怎么办？怎么办？哦，我记得我还要看了。
好，小三美女，我先回一下问。好，看太多忘记看啥。对，我最近看《当男人恋爱时》有看。我最近想去看那个《听见什么的声音》，就原住民那个片 ，Ella 有演。我最近看很多，你怎么知道我最近看很多？哥吉拉大战金刚也有看，好看好看。哥哥，我爸来了，我哥来了。怎么可能会被主播惩罚？快点啦！所以刚刚就那些而已吗？唱歌的故事，对，谢谢小树苗。早安，哥哥，哥哥有上班吗？好像什么教台的人，我有看什么？我有看预告，体育老师教合唱团，对，我超想去看的。我可能会跟我们电影的人一起去看，之前剧组的人，因为他们有约我，一个姐姐 ，Kristin 姐姐。因为我这几天想看的事都没办法看，差一个啊。朱莲，谢谢比心。安利眼光是自己会不会看电影过程中思考自己会怎么样？会啊，我会思考，因为那个荧幕嘛是真的很大，就你会想着那些人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的所有脸部表情什么，你一下就知道。你知道一个福福猫，谢谢玫瑰，跟易云 cover 一个舞蹈，可以那种抖音小小的就好吗？我最近比较少见面，因为他在，但是我一直很想他一，好，我会。谢谢福福猫的玫瑰，别那么生气吧，陈家树。早安 ，Bam。谢谢皮皮妞的追踪，所以我指定惩罚是 Kiss 研发 IG 吗？嗯，拍起来。早餐吃起来，很饿，刚刚跑步很饿。好的好的，抖音抖音抖音的话，就是要找抖音女王陈陈。等一下，美玲叫我给她一个卖东西的网址，等一下，还蛮急的。新主子吃麦当劳，他真的很喜欢吃麦当劳，对不对？日人的是什么？日人的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哼，主子请我吃麦当劳吗？他很常请我吃东西。他每次我们在公演后台，他都一直买零食给我，然后我们就后台一直吃一直吃，因为前柱很没事嘛。谢谢哥哥的许愿瓶。大家把阿力直播不能看手机。好啊，大家等我传完这个，很快。等我传完这个，马上。他很需要。等我一下，等我快。他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你要记得看它里面的字，然后你要选是遮伤疤的呢，还是遮什么的，你要把它选好。它有分大片跟小片，所以你要注意看。大片其实，就是蛮大的，小的也差不多，也是大，可以剪，没错，你反正里面有照片，你可以看。然后我先直播，拜。OK， 我处理完了。应该没了，原子组，等一下，很快。好，好了。是在买什么？没有啦，就是遮伤疤的一些贴，就是那种
贴的。掉掉，我应该会可以。华泰，华泰，谢谢打棒球 Lori 小小。华泰名品店，名品城，哦，那边真的有够好拍照的。早安，那边超好拍照的，你们一定要去拍一下。我突然想戴法裤，你看法裤很可爱吧？我最近喜欢戴耳环，你们想看我戴哪一种？我给你们看耳环，我都用假的，我没有戴那种，就是啊，我的脚好痛啊 ！Oh my god！ 是乱叫，我脚刚被那个起来的时候折到。我跟你讲，我昨天做到一个梦，觉得好印象深刻，好难得我会记起来我的梦，但是我都记不起来我的梦是什么。不是撞到我刚起来的时候跪的时候又犯蠢，出事了，没有了，给你们看，我最近喜欢戴这种夹式的耳环，刚刚是起来就扭到。太担心阿丽子，因为我这边空间很小。来指定台词说对不起，我最喜欢你，以后不会再迟到了，不要生气。不行啦，等下姐姐审核说干嘛做？但我会做做看，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过，但我会大概意思，如果没有过的话，我大概意思，好吗？对吗？阿丽没有打耳洞，原来不是踩到乐高，不是。谢谢哥哥的打棒球。我好像梦到我被人家追杀，然后他一直要杀我什么的，反正就是他要杀我，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跟警察联系，然后一直跟他说。哦，我真的遇到了困难什么的，然后我只要喊爸爸，我爸爸就会出现。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是自己住，就戏里面不是戏里面，就是我梦里面是自己住，然后我一直被他跟踪，然后反正刚好我爸有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我爸就是有刚好有出现一次，结果那个人被我爸赶跑，因为我爸不会杀人，所以他就让他走。走之后呢，过几天。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刚好要去我爸家，他就跟在我后面。他正准备拿刀的时候，一个女生，真的、哦，一年有5-6次，哇哦！我这可能一年一次而已，而且我记起来可能就这次。好，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回到我爸家的时候，他就跟在我的后面，一直要拿刀刺我，然后我就往反方向跑，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爸住哪里，可是明明我爸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我却不进去，我就返回跑，一直跑着跑就打电话，一直打电话。我在我爸家楼下，我就发现了他已经要整个要只要接近我的时候，我就大喊爸爸，然后爸就赶快出来，因为他已经听过一次这样，然后对，真的很可怕。Hello， 早安。来个20连拍，好的，等一下吗？等一下20连拍吗？先拍起来。好，然后我爸就赶快下来救我。然后，可是因为我已经跑很快，跑到马路上了，因为我想说大马路上，我就一直随时跟警察联系，然后就跟他说我在哪里哪里哪里哪一条街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女生她已经绕人了，就是她已经绕了很多人，一卡车的男生吧，这样就是要准备，就是也要把我包起来，就是。他们要杀我这样子，然后
我爸就因为他也没办法，我爸手上也没有拿任何的器具，他没办法，他就只能赶快跑过来，但是他没办法把手上他们有武器的东西拿掉，他就是他也知道要找警察，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就隐约看到警察的衣服就是在后面，在一台车后面，他也在跟着我们，然后那女生就一直跟我，一直跟我，一直跟我，然后前面就一堆他的那个帮派的人，然后结果这你们要这样子杀了之后，然后警察就不要动，他就拿那个枪，因为他们没有枪，他们只有刀子，不要动，他就拿着枪，然后就后面超多猛男的，就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一帮人这样，他就这样两站在两边，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就那女生她就是拿刀嘛，然后我就赶紧蹲，因为他是这样拿刀，然后就赶紧蹲下来了跑，往那警察那边跑，就跑跑跑，他们也追上来，然后。好像干嘛，然后我又往方向跑掉之类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害怕，非常害怕，很慌乱，然后结果就跑到一个草丛里面，然后警察说你不要跑过去，你不要跑过去，他们会去什么的，你就往大马路跑，你就往大马路，结果我就跑到草丛里面，然后结果很多猛男也躲到草丛里面，然后我们这几个人就相遇这样，然后最后是反正最后我就是还是逃出来了，然后警察就是把他们制服，就这样，就类似这种，我没有喜欢这样的男生啊，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昨天做的梦，昨天晚上，然后起床的时候就刚刚在跑步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就记得有记起来，因为我通常都是这种恐怖梦，我就是可能过几天就忘记了，然后如果那几天没做梦，就也都想不起来。对，我觉得戴这耳环有点吵。就这样，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壮壮的，雪雪比心、丽卡嘛，不是，女生的脸就是长得就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特别。我最近看电影看很多。因为我在回想我做的梦，然后我梦里的表情跟样子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以后我真的想当演员的话，搞不好也会接到这种戏啊，你就会回想到这个梦你是怎么去呈现自己的，你就会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你只能靠过想象跟梦去想这些事情。我没有喜欢猛男，只是那个女生她的手下都是猛男，怎么不是梦到我？不用梦到你，每天看到你，之前都常常看到你，不用梦到你。亚洲肌肉俱乐部，刚好把我们的团体讲出来，我们二期生的，四推欢迎。我跑步都在想，下次握手要跟阿丽讲什么？哎呦，很用心哦，在我的身上。反正其实我做梦其实很常会忘记的，有当如果接到这样的剧本，太能上用场。对啊，你就想要那当时有多慌乱，因为在梦里面很真实，就很慌乱。有阿罗，有可能哦，可能都是你们哦。哈利不喜欢猛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被追杀了，好吗？而且猛男属辣，还跑到草丛那躲警察，属辣谁要喜欢，对不对？忘记很正常，对啊，漫长忘记，应该不会有再有这个话题了。因为当下忘记就是忘记，你们最近有看什么电影？你们可以推荐电影给我看吗？就是有一些我非常跑不起来，
我觉得原子如的梦比较可以做剧本，那种科幻片不用再猛男了，我觉得你们都说自己是肥宅，天哪，我现在也是肥宅，再吃下去就是肥宅。你们有推荐什么电影吗？以前的国片。他的都是很科幻的，就是那种游戏的啊，就是要闯关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很科幻片。那我要一个肥仔团，我也要加入肥仔团，我也是肥仔团。笑笑说来救阿玲，真好，还是有人救我。院线是什么？看一下，杨德昌。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电影开拍前呢、啊，我看超多电影的，因为导演就一直要我去看电影，然后写心得，然后那些心得我前天还翻到，一直在看我写的心得。陈家树是显得数值。你们想听我的心得吗？我可以随便念一个我看过的心得，你们想听吗？猛男剪树枝什么意思？杨德昌，好，杨德昌是一部电影吗？一卡车的肥宅角色，好可怕哦！那我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吃，说：“哎，你们不要再追我了，我们就一起吃嘛。”他们一定会被吃诱惑。只是正在上映。OK OK， 院线。OK OK， 阿春欢迎加速饰演的数字。演戏不简单，导演有开片单给你了。好啦，我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写心得，看一下。林廷丽的，找一下。他说：“哦，电影是一 ，OK OK。”我想说什么？那应该是导演的名字吧？我刚才我的片名都是韩剧，韩剧也可以推荐，因为我最近很想看。嗯，等一下哦，你们要看？哦，我来看《悲伤的小孩》，这是一个国外片，阿丽心得。OK， 来看哦，《猛男之身》，猛男减数值。当初因为运动生活会遭下架，因此电商改为真的假的啦？猛男减数值真的、哦？或《猛男之身》？武林街少年事件，年轻的张震哦，真的、哦？那个我没看过哎，我一直知。好，我来看张震演戏。我跟你讲，张震演戏真的超厉害的。我看他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啦？最近的《气魂》那个。哦，真的好喜欢他演戏哦。好了，我来练哦，来念哦。悲伤的小孩，故事结束虽然没有给出一个幸福又美满的结尾。但在女主身上，我看见困境让她改变。然后女主叫玛雅嘛，玛雅逐渐产生母爱强韧的本能，她开始思考着成年以后靠自己努力，梦想自己开一家洗衣店，改善经济，争回小孩的监护权。她真的很坚强，因为女主她是从小就是孤儿，他无父无母，然后他从中生活中学习强坚强成长，又成为一个，因为他后面好像是年轻，好像未婚就怀孕，所以他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母亲。我觉得玛雅让我很心疼又惋惜，但看见玛雅那坚定的眼神，说着玛雅可以的，因为玛雅她真的，因为她遇到的男朋友是那种小混混，然后小混混还骗她的，就是好像就是
很糟，就是这种男生蛮糟的。然后他的生产环境已经不好了，然后他也有存一笔钱，反正那一笔钱好像是没了，怎么样？好像是他男朋友搞的这样，反正就是那家店吧，就是被玛雅的男朋友打烂掉，就所有他新买的洗衣店的机器全部都被他男朋友打烂，脑袋跟我一样，一堆名词常常念到嘴边说不出。你可以看夺魂剧那个有一直在拍，好，气魂真的很好看。你可以看一看电影最 top 的，有专门介绍杨德昌，好，杨德昌导演 ，OK， 然后男主的叛逆允许他敢做，哎，不对，哦，女主的叛逆允许他敢做任何事，他的无所畏惧、没有害怕的样子值得学习。在电影中，他不断的遇到很多阻拦、很多困难，他前进很多困扰，他前进的事，但我没有看见他因为这些掉过任何眼泪。真的，因为这部片真的蛮悲伤的，因为他就在说悲伤的小孩。这小孩，他眼因为国外的嘛，国外的眼睛都是漂漂亮亮的，然后每次只要照他的眼神啊，他那一幕的那个大脸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这样出生的小孩，因为他很坚定，他要做什么，他很可能从之前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他遇到了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在害怕的，他被讨债什么什么的，他都会就是直接骂脏话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厉害，就是也没有看见他低头害怕的样子。没有人比他还要惨，他的经历告诉他，勇敢不只是无所畏惧，而是畏惧了他还愿意坚持下去。看到剧情里他跟他男朋友克里斯的家庭背景一样，都是孤儿，但是男主角克里斯则像是个屁孩，轻浮没有责任感，但玛雅却没有因此这样被影响。因为其实通常如果你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孩，你已经是玛雅这样的人，然后如果你遇到男朋友还是这样小混混，其实很容易被影响，就是你的心很容易是被带偏的。但是玛雅没有，反正玛雅就是这么的坚定，这么的勇敢去做任何决定。这部电影想说的，不论是来自破碎的家庭、失去至亲，或是困境中挣扎的你，这是一部提醒我们也能拯救自己的故事。电影里女主情绪没有太大的起伏，但单依靠女主那坚定的眼神和那无所畏惧带点叛逆的个性，就胜过了所有。真的，我就是看到她那个个性，我觉得超厉害的，跟我差太多了，我只会哭。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喜欢女主角带出来的那种个性，值得我去学习。我曾经也在自己的困境中成长过，那是多么痛苦，我从未忘记。现在在我心里放下过去很难，但经常站起来是我练习最多次的事了。看见女主没有一点害怕，没有一点低下头来，只剩勇敢的模样，让我心里震撼到了。女主为了她的孩子做的，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姐姐。真的100分吗？克里斯出来打球，真的，他真的很坏、欸。我常常会看完一他出戏就忘记很多。陈家说你该打屁股，你会不会看我的电影出来就忘记了？我都是会看每部金马奖入围很多哦，那个我也会去看，一样都是哭，也可以哭出来很多内容。等下再跟你分享好吗？在什么地方抄的影评？没有啊，没有抄影评，我这个是真的经历过好吗？然后就说，就是当他遇到怀孕这件事，因为我有说，我说我想起我姐姐嘛，我说我姐姐也是在一个我跟我姐都是在没有爱的，有爱啦，但是只是当下可能都会学比较爸妈不在身边，所以我们在那个环境长大。然后当他遇到怀孕这件事，我姐姐其实还蛮就是会觉得哦，小时候她会觉得是她的错，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生出来了什么，就是反正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小孩的错还是什么，让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会这样想的人。然后我姐就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姐真的也是蛮坚强的，因为我每次看她这样带小孩啊，然后她还
还蛮用心，因为他从小没有感受到母爱，所以他把这个感受，我以为他是个，我姐姐以为他不是个好妈妈，可是他现在做得很好，他就是，对，没错，不是在 Seven 上班的姐姐。哎，你怎么知道是在 Seven 上班的姐姐？哎，你怎么知道啊？上次他没有讲吗？陈家树，你是笨蛋是不是？你不适合看电影浪费钱。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姐姐选择的，她必须先坚强，是她自己，因为她那么早婚，我姐也是算早婚，所以我还没了，我应该不会早婚，但我的心里过的那个关应该不是在怀孕这件事情的，就是应该是在就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因为导演的关系，所以我开始会去感受身边的人事物，因为我之前就会啊，但是就是可能之前都是一些都会忘记，可是我现在会把它记起来，写在看完一部电影就写一个日记。40岁还没结婚要找我相亲，我可能都老了，搞不好到40岁就说我不要结�婚了，到50岁我不要结婚了，到60岁我不要结婚了，一个人过一生，玩我姐姐的小孩就好。导演还蛮严格的，他从来很少对我笑过，他也很少鼓励到我，就是只有刚开始我选上角色的时候他鼓励，可是在拍摄的时候他对我很严格，他几乎因为我们很多主演嘛，他几乎都要我自己做功课，他不会管我，我拍不好他就最直接讲，然后我拍得好他也不会给我鼓励，就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就是他是用这种方式让我去学习。对啊，也是一种家庭组成的方式。对，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不一定要结婚，对不对？你们够了，玉人跟陈家什么阿姨40我已经上当了，你那时候几岁啊？早安。对啊，真是我的福气，他也选择我这么好这么厉害的位置，就是要我拍。其实我刚开始我没有，因为你知道新闻一播的时候就说什么阿丽挑大梁什么的，那时候导演就问我一句，他就说你有什么，他就说你有什么，他说你开心吗，然后有新闻有你有什么感想，我就说很开心啊，但我只想要，那时候我回说什么，我只想现在，因为那时候还没开拍，快开拍了，隔一天就开拍，我就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好这样，因为我就没有想太多，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没有因为这些被影响，因为我就觉得我当下就是进入那个角色，我已经忘记我自己可能之前是什么，是女团吗还是什么，就是都没有，我就没有想到这些，然后我就完全的就觉得哦，这件事可能是假的，就是好像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我现在在另外一个角色，我没有想太多这样。好了，你们其实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真正我可以跟你们说我那段时间很累的点是，就是我那时候在试镜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那段时间是真的有点体力负荷不了，但我心里就一直在想，一直在运转，然后一直觉得哦，我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怎么什么的，可是我那时候身体真的累坏了。对啊，真的，玉人，我那时候好像在选角，我其实
因为你们不会知，你们都有跟我直播的人，你们都一定记得，我不是有段时间是住在一个地方吗？就是那时候背景都不一样。那个是为了，就是为了电影。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几乎都在台北，每天这样，我之前每天跑来跑去，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跟台北每天跑来跑去，可是太累了嘛。然后我不是那时候有出车祸吗？然后我就决定先住在台北一个月，因为我那一个月都要培训。就是我就说演员培训，然后那个我是从我跟你们说我的时间好了，我8月14号是第一次试镜，然后我那一天试镜完，我下午还有练习，晚上有练习，然后因为那几天都是八月份的时候都还蛮忙忙的，因为那时候还有 mini concert， 然后还有之后就是在练那个 reset 公演嘛，对吧？好，然后之后八月就我那时候甄选一下就进嘛，8月14，然后之后第二次去电影试镜的时候是9月5号了，9月5号第二阶段试镜，对，反正就很早，然后9月之后就开始就是开始试镜之后就开始一直在练习，就是一直试镜呢。我记得试镜几次，1、2、3次试镜，然后之后就开始就是跟导演聊天，约一次聊天，之后就开始一直在电影。然后你看那段时间10月哦，9月10月都超满的，工作都是因为那时候有练那个2周年的嘛，然后2周年表演，然后又练团吉他嘛，我那时候要发吉他，然后还有 reset 公演的舞蹈，然后对那时候其实蛮累的，然后之后10月就开始有乐团拍摄嘛，就是乐团的练习，还有一些我就觉得那时候都很忙，忙到我就觉得我的。还有运动会，我那时候还记得我运动会的前一天，就是那个我们 TP 的运动会前一天。前一天我还是运动会的后一天，我还去那个山上，就是去南山排练。然后11月17嘛，我就叫你们记得，就是我上了女主这个角色，我确定女主的这个角色。然后之后确定之后都整整一个月都是在培训，一直在培训，一直在培训，然后中间还有乐团拍摄，就一直这样改来改去，然后还有公演，那个时候记得公演还有，然后之后好像到什么时候才把公演的工作取消，然后之后才从12月开始，12月初所有的时间都给电影，然后就开始在山上。对我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快哭了，因为我那时候累到，我那时候当下好像是马上当下那一天，就是我记得我要骑摩托车去练习去培训舞蹈，然后我在路上车祸，然后我的脚跟手都受伤了，然后我就马上赶快打给 casting 姐姐，因为我跟她就是都有保持，就是跟她说，因为她都要告诉我一些上课的内容什么，要我提前准备什么的，然后就跟她说我车祸了，就是对不起这样什么的，就马上道歉，因为我那时候都在排练，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排练还有就掰卡脚去排练，就还蛮好笑的。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整个人就是我一直想做好，然后我的脑袋很多东西很多很多，因为都在忙2周年乐团，然后公演，然后还有电影，然后那时候就还有运动会什么的，就是一直这样来回巡回这样，然后那时候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就是撑过这个，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赶快先结束 TP 的工作，赶紧的去做到下一个，因为我很怕我自己没办法进入角色，所以我就希望赶紧，所以公司也给我一个时间，因为我跟他们讨论就是在什么时间就让我去准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公司也是对我很好，很支持我去做这些，因为只要我说我有排练什么，因为我们都很多课要上嘛，电影很多课要上，然后那时候导演就是啊不，那时候姐姐们公司的人就很支持我，就是都会让我去这样，然后我练舞跟不上，他们也就是其实 TP 的情缘也都对我很好，就是他们都会帮助我这样，
正我自己那段时间就是根本不用睡觉吧，我觉得就是几乎每天起床就是练习、上课、培训，然后如果有表演的话就是要一直这样。就那时候刚好就住在台北那个后面那个家，是我短短住朋友家一个月这样，因为我刚好那个朋友出国，所以住在他家一个月。TP 的大家真的是背后努力的，都不会把自己多当下就说出来。然后我那段时间不是直播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啊、其实蛮累的，但是我就是，可是我还好的是，我很谢谢我朋友让我住在台北，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多时间可以在这里。之前完全不知道你有做演员的工作，突然宣布你是电影女主角，吓一大跳，我自己也吓一大跳。对啊，团队的帮助就是彼此帮助。对啊，真的。对啊，没有去学。对，中间还有乐团，因为那时候发片啊，什么表演什么的。对，我超级，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充实，但是我觉得我很谢谢这次的充实，让我其实。因为我刚开始觉得我两边我都要做，我害怕我做不好，因为女团你要回去女团，然后你可是排练的时候你要放下那个偶包包袱，你要完全的去进入这个角色。其实那时候还蛮一直这样子的拉扯到后面，其实是导演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你可以去看易烊千玺，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他样子，就是他说，因为他说易烊千玺是他在男团，他不知道易烊千玺之前拍电影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他说，既然他就知道的时候，他说易烊千玺是一个干干净净白白的男生，他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当他演电影的时候，他的脸就是脏脏的，好像经历过什么，然后演的也真的很厉害，所以他就要我去，然后我就去看易烊千玺，我花了一个晚上，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就是去看易烊千玺的所有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当下就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确定明确知道我要怎么样分配好自己就是该做好的地方这样。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其实不会累，但我觉得还蛮充实，而且是在短短的时间让我进步很大。就是在不管哪个地方。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还是超过没有？我觉得做这行本来就是还有更辛苦的。我这个其实还好，因为我导演他算是蛮好的，就是他没有把我逼到一个怎么样，对。然后而且我自己也会调整，所以他还蛮愿意相信我的。虽然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迷失过，就是也有一直被骂，一直被拍不好的，可是。他还是蛮用心的在指导我，毕竟导演也是人啊，他也是有心脏的，他也是会受不了的，所以他当下生气，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是我做不好，所以我如果做不好，我做得好，我被夸奖，我会觉得其实本来就是不该夸奖。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几天还好轻松哦，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可是每天都在那个休息比较多，因为那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休息，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有好休息。可是我回来的时候也是有点累，因为我那时候帮美玲占位置，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我想好好休息。我可以吃吐司一个月，但是我们导演好像这部电影好像是要去国外参展，因为他都会去参展，因为他只要我长大跟他其他的电影都是去参那个别的展，国外的。对，陈家素，对，因为我有段时间不直播的时候，就是很不喜欢一个人。然后就那时候就直接接到这部电影，我直接希望自己一个人，因为很需要空间，因为那时候蛮需要空间跟一个
安静的地方，因为我刚好朋友家，就是因为他出国，所以他我一个人住，然后他的空间又很舒服，所以我就会一个人在他家想很多事情，然后很常自己写日记，自己干嘛干嘛，看电影什么的。对啊，真希望可以拍成电影。对，是看少年的你，对。希望可以了，但我们要相信这个团队。没有了，下课了，好，你的休息都不像要休息，就是到处走。哎，陈嘉硕，你很了解我哎，你怎么知道？我的休息不是是休息，是到处走，因为我姐前几天就跟我说，因为她常常带我出去玩嘛，然后她就说你是不是心理压力又很大啦什么的，你是不是需要去走走？我们去走走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嗯，因为我之前常常跟她出去玩，因为那时候拍完电影回来，我记得过年有回来放假，那时候有休息的。然后那时候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那时候拍不好，我自己觉得没有在状态内。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忧郁，然后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讲话，就是我一直躲在房间，一直在这个房间，因为那时候也不用直播啊，然后我也不想出去，我也不知道要去哪，然后我就一直躲在房间，我就觉得好闷，不行不行，然后我就一定要自己出去，我就自己出去走走，我就一个人提着行李去一个礼拜。哎，去三天嘛？去哪里啊？像嘉义吧，还是哪里？然后我姐中途来找我嘛，然后她来找我的时候，我跟她一起睡同个饭店。然后之后我就是好像干嘛？哦，他们在睡觉，然后我就自己起来。那时候下午四五点，我突然又犹豫起来，然后我就自己去附近，自己走路去那附近，大概走15分钟才会到那个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搭车，我就自己走路去，走路到一个好像是市集还是什么的地方，然后我就自己去逛街。我就有赖我姐，我说我先自己出去走走，就说你们先休息这样子。结果他就说，我姐就说，你的休息不是睡觉的休息，你是到处走的休息，这样。对，是要心理上的休息。四处走走，哎，好像不错。对啊，我有一堆姐姐哥哥。奥斯卡不可能啊。好了，不要再说电影了，我觉得那个整理我的点，为什么整理我的点？什么意思？我不喜欢休息是在房间休，就睡觉的休息。我喜欢出去看看山，看看大自然的休息。应该不是猜奥斯卡吧？没有那么厉害吧？不知道啊。我的点不好踩，怎么可能？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去那种比较多网美去的。那时候是因为我姐姐都很，我只要是有山有什么就会去逛。然后我前天不是去滑泰吗？但是我姐姐要买东西，所以我就陪她去。对啊，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出去看山看海。你不是要学习易烊千玺吗？上年你也入围奥斯卡，真的有那么厉害？他们入围，但是易烊千玺他还有他的团队啊。我也喜欢看看台北的点只有两个，然后基本上都是桃园。哎，因为我就是住这里啊，不然呢？哪有？我还要去基隆啊。我要去基隆耶，
来看我这几天去了哪里。我最近想去象山耶，台北的象山，还要去宜兰不老部落啊，基隆啊，还有哪里，家里啊，还有那个啊，餐车啊，还有我家啊，还有七分醉啊，还有丑二啊，几乎都在桃园呢、啊。有本事去台东啊，不要，好远。这是现阶段没有，但我蛮想去台东看海的，下面一带的海，离象山离公司很近啊。对，给他明天去，我要来看一下。神推小小小素描，神，谢谢小小素描。台东的山好看，好去台东。等我有时间去台东。午安呀，午安呀。我想爬山，天天一起严重难得去。不会啊，爬山去比较好。像我就想去上山，虽然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还是想去爬山。现在最近的山也只有那边有，所以就去。台东大学去过，很久的时候去。不喜欢在室内。谦逊是什么？台南带我吃好料。晨晨登山队，你好像很喜欢晨晨的玉华山，真的。这个山吼也是蛮特别的，华山。怎么样？看看我的点不开心吗？你查了我的，你查了我这去过所有的景点不开心吗？奇怪了。你是做什么办展的？哇，好厉害哦，月下。我也超喜欢晨晨的，大家就喜欢我的晨晨宝贝哦。哎，谢谢你的玫瑰，我的女儿。三，千信，什么意思？谐音来自日本战国时代。这在哪里？什么东西？这是奶那个什么优格，我的午餐送来了，耶、yeah, ！拆惊喜包的时候到了。最近的好吃吗？最近的餐点？你本来就远好不好？就算我在哪里，你都远好不好？陈家树，晨晨是我的小宝，他小大人，他真的小大人。晨晨哦，他私底下跟。原本的样子就是有点不一样，他就是像到妈妈，他真的像到妈妈，就是我。哦，哇，月少厉害！哎，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哦，祖祖帮我们做了，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你看，我就把它当桌布了。祖祖做的，然后就把它放桌布。哎，好像看不到，都是辣的。是我不知道什么，都是辣的。你不吃辣吗？我最近很喜欢吃辣，好吃辣更是重点。是逼我能来时，下辈子就先踩点，是不是？鸡姐啊，我就那个啊，华泰影城、华泰名品店，你可以去啊，那里机场门禁的。这个是你吗？对，祖祖帮我用的，昨天晚上做的。对，好可爱，很可爱哈。祖祖真的很棒，晨晨没有你温柔，没有祖祖在台上就是蛮可爱可爱的，安安静静的，不讲话。
结果他私下跟妈妈一样，看到你被煮煮惹怒就觉得好笑很有趣。我被那如什么时候有你这么辣吗？你们觉得我最近很辣是不是？我最近喜欢穿布料少的衣服，因为很舒服，最重要还是舒服啊，真的是舒服，出去会觉得哦，因为现在天气变热。但我不是想当辣妹，我只是觉得那样穿很舒服。我不是辣妹，我只是舒服。啊，对，公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是很吵，然后就跟他说，我台下已经忍你了，台上还忍你，你现在是怎样？我就没来看一下。想大便的影片是什么？好饿哦！最近就是很热，奇怪了，怎么样？我不能穿这些衣服吗？不然这些衣服谁买？这些衣服也是浪费在那边。我在想我要吃什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就是舒服版的，抒情版。烧掉的，这些衣服是舒服好吗？拜托你们不要想到别的，快。如果真的想性感，我就几乎我只是就觉得舒服而已。我有拍大便的影片，什么时候？对吗？舒服就好。奇怪，我最近鼻子很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鼻子很不舒服，去倒个热水喝。你们在讲我坏话哦。对啊，头发留长，我现在还没剪啊，我都在留长。但我其实蛮喜欢我短发，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拍电影的女主角都是电影主角的短发。你看陈意涵前辈，王静是最近新的。还有郭采洁，以前看他们在电影上的样子都是短发，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他们好像都喜欢短发。对啊，我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什么在公车上，公车有人刷，然后你就说你想大便啊，做那个影片啊，对对对对对。我想大便。ACE 都要先剪短发 ，ACE 是什么？我现在每天都会把头发这样竖上去，因为觉得它现在卡在我脖子就不舒服。鼻子好痒，别再讲我坏话了。
牌的意思。之前是有听我喜欢的演员说，他都尽量随时维持在可以接任何角色的造型。所以短发是可以接的吗？这是团体的 top。终于谢谢小树苗。可塑性大，对啊，现在超多短发的，我想赶快留长。我每次看我长发照片，我就去买。虽然短发还可以省什么洗发精、润发乳什么的，不是我鼻子很痒，不能睡波，我鼻子很痒。就是会不舒服。短发接长发比较容易，而且没有破绽。长发又弄短发，说起来有点麻烦，而且很闷不舒服。对，不要吵雨。对啊，有预告，礼拜天你们一定要看哦。我想说，我等一下来发个限动，说你们礼拜日要看。长发要弄短发，不是剪了就好？对啊，是我剪嘛。太早起来了，有点想睡觉。我先去倒杯热水，你们先跟我的莎莎聊天。我待可能要睡睡到我姐下班时间了，今天想好好睡觉一下。哎，有红包哎，为什么有红包？谢谢笑笑，是笑笑给的吗？谢谢笑笑，谢谢红包。嗨，狗狗，我回来了。对啊，因为我毕竟我比较新嘛。新人埋的镜头比较少，哎，我会常常发现动的，不会啦，因为我等下去接我姐下班，所以她不可能不回来，我要接她下班。那我是这么好的秘密。好秘密。我是韩秘密。突然光线变超亮了，我把这关掉了。我又没有要
我又没有要拖，是他自己叫我接他下班。打不开。换别包，这个打不开。等一下啊。我们没有多久没有说话。哎呦。剪刀呢？不用剪刀。剪刀在外面染的呢。耶、yeah, 谢谢思琪五月来看我们。啊。哦打开了。要用牙齿。化学面没有，这是那个虾子。泰国的吗？虾虾糖。用牙齿看。谢谢乐可的看好你。我姐姐现在很常来我家嘛，然后她很白痴，她就说你怎么在房间吃？房间她不会吃东西嘛。然后结果她一直在我房间吃东西。我说那你就可以在我房间吃东西，她就说是你自己说可以的。哎、啊，不是叫我吃回来吗？陈家树。对啊，用牙齿咬，好吃。这个你们有吃过吗？这个很好吃。等等。虾虾糖，对啊，他来我房间吃，然后就不在自己的房间吃，对，很讨厌。我就说你不是说不能吃东西吗？那你在我房间吃东西干嘛？他就说是你房间，又不是我房间。他这样子呢，很坏。你看我最近一直长痘痘，不是，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家，来不来家，因为我就蛮不想一个人的。我哪有很脏，我都会整理好嘛，我吃完的垃圾都会丢掉，其实我会尽量的不要掉。你看我的痘痘，最近长很多痘痘，一个它受伤的，你看我之前被烫伤的伤疤，哎，被遮住，被特效遮住。看，最近可能有压力吧。不要吵了，陈家树。你又知道我不睡觉，奇怪。但我又没 黑眼圈。别人的房间都不是房间的概念。对啊，最近你看这些都长痘痘。这个最痛。刚刚很近，有没有吓到你们？读书也会有压力吧。我等下就睡得尽情睡。哎，我等下来看电影。
看你们推荐给我的。一起越来越近。你给你们看我的睫毛其实很少，跟你们说我其实今天有点半素颜。好，今天没化妆，因为我刚刚回来就赶快开播。我只有画眉毛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刚刚有擦一点嘴巴嘛，口红，可是现在吃东西都掉。的脸很圆。我跟你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就是那个啊，我把嘴巴放在这两边其中一边，然后你们要猜我的食物放在哪里。哈，好，猜咯。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左右。在左边，在这边，你们输了，左边的人赢了。我超常吃饭的时候，然后突然把一口饭塞在左或右，然后这样，没有，还在，刚刚还在。刚刚谁说鼻孔里的、啊？很拔丝哎。他的鼻孔里应该是这样子，那这样呢？我不会给别人看我嘴巴的菜，但我会给他们知道。在这边，在我的右边，鼻屏会放在舌头下面，在右边呐，在右边呐。我这么好猜的人，当然左边完之后就换右边了。再拿一个牙科风，那不用猜吧，直接打开牙齿。对啊，很多人都说我真的很像小妹妹，然后出去就很像成熟女，就会被那种阿公阿嬷说哎，要不要嫁了的那种程度。片想看吗？欸，我跟你们说，我最近买了一个鞋柜，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鞋子很需要收纳嘛，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收纳鞋子的东西，这样。你看，而且一个是超便宜的，超级的，是超级超级超级便宜的那种。超级便宜的，你们猜一个多少？一个哦，就是一个装鞋子的，但是因为我喜欢买鞋，我可以为了省钱买鞋子，真的。
还有衣服。对，那一张就很成熟，20000。不要吵了，陈家树，169可以组合的，没有，再低再低，低到爆炸。没有，是自己买的啦，不是每样东西都可以凹，要凹姐姐哥哥们有的。再低40，再低，低低35，低39，再低。我总觉得那个也不实用，可能用了几次就烂掉。没有啦，开玩笑，还蛮结实的，免费偷的。25，差不多25到35块。很便宜哈，25到35。好，我给你们看我最近做的一个影片，很好笑。哎，怎么一直掉？准备看喽。90年代，25到35块，大的35，小的25，很便宜哈。欢迎来到90年代，你看这样就完全不像，就不像什么什么什么小孩子，就比较成熟一点。然后我最近喜欢这样拍照。喜欢这样。哦，这边没办法出去，对不对？啊，对，我们是在这一条。这是我用我姐姐的手机拍。哦，这边没办法出去，对不对？啊，对，我们是在这一条。他们在讲话，在录影。我姐姐很会拍，你看她把我拍得很好看。我在这里，短短一个，5下8，不要吵。看看最近还有什么照片。是跳舞的，你看我都这样拍照，这么下面，喜欢从下面拍自己。这中分有像晨晨大力水手的脸吗？那也太多层。你看有一天我自拍，然后就发现哇，这个天空超美的。好痒，还有一张我像男生，当男生搞不好很帅。这是上次直播完，拍的照片。他都喜欢往下拍。上次直播不是穿白色的，那就拍照。嗯，去哪？太亮了，看不到人。嗯，还有跟莎莎的自拍。我跟汪汪的自拍，你看汪同勋在后面，像鬼背后里。
要查了你陈家树跟布丁的照片，要发了。祖祖很累的照片，他在车上很累，被我拍下来了。还有一张我耍性感的照片。看看什么照片。高帽子好看，我也觉得好看。楚楚唯一不巧的时候，好，我突然想看 IG 的你们有留什么言？看 IG 时间到，看起来的时间到。哎，今天几号啊？23。他也长针眼吗？好，来看一句咯，看你们都留些什么留言。23，什么23？什么23？ Hello Hello， 好，我的晨晨宝贝说妈好美，宝贝超美，好美，谢谢，好美哦，谢谢，爱心，为爱心，三个眼睛的爱心，爱心，爱心，水，好美啊，可以不要一直都是好美吗？可以聊聊别的吗？可以说花很漂亮什么的，爱心，爱心，爱心，太美了，谢谢，阿丽也太很美，谢谢，清性感好看，谢谢，清性感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叫我不要露吗？又要来盖大楼了吗？没有啦，我知道，念一下，好像要拍广告的画面，真的吗？很像吗？这张会让我想到车香车美人这个词，哎呦，很会比喻哦。因为你说香车美人嘛，好，阿丽好美，谢谢，阿丽的车真好看，重点错，你看这就不错，你看她说车很好看，好可爱哦。有荣幸能坐你的车吗？你只要来华泰名品店就可以坐上去，可能会被保全骂说哎，不能坐 BB 这样子。抢到票了，五月间 ，yes。敞篷车的后座放着一堆花，让我想到某些电影里的婚礼场景，新娘跟新郎最后开着这种礼车，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后面还拖着一些罐子，而我的女主角。当然非历历莫属 ，Oh my god！ 想说前面哦很有想象力哦，后面就是俄国的女主，当然是莉莉，莉莉很多哎，这世界上叫莉莉的人很多。阿丽真的很美，谢谢你，丽很性感，阿丽我婆闭嘴啦。好，念完了，应该没有了吧。哦，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子，就在啊！我爱阿丽，我也爱你。好了，不要再留言了，我杀了你们了。会是用杀的哦，不是用那个一拳。车香车美人，呜呜！你们现在有话可以直接在留言告诉我，可以吗？谢谢你们，真的是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拜托。你们可以直接现在跟我留言，不要在这个留言。你看，你看，祖祖做的好棒哦。想被揍吗？哦，嗯，
妈妈亲亲，妈妈亲亲莎莎，莎莎没有爸爸，莎莎只有妈妈。Hello， 我要念榜哦，怎么沙用的美莎吗？就是直接把你们 ban 出去。我要念榜了。我的平板宕机了，宕机了，怎么办？宕机了 ！Oh my god！ 我走性感路线，你们不要是不是？好，第一名是欧巴，谢谢欧巴。第二名是零零神推，谢谢神推。第三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四名是嘎比，谢谢嘎比。第五名是丽卡吗？第六名是哎呦喂啊，谢谢哎呦喂。第七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八名是七七，谢谢七七。第九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一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十二名是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第十三名是朱里安，谢谢朱里安。第十名超哥，谢谢超哥。第十五名是大熊，谢谢大熊。不会辛苦啊。啊，你们的惩罚我会赶紧在下个礼拜内做，就准时看我的限动呗。OK， 我要关了，因为我的平板在发热了，我刚刚握着它，我觉得要发疯了。拜拜 ，See you， 跟着我的豆豆说拜拜。每次只要我朋友问我说你的鼻子是做的，我就是这样，是做的吗？我就是这样，拜拜，拜拜。